道吗？在智慧建筑标章的指标评估中，安防门禁系统也占有一席之地。当中最重要的三项就是具备 Web 系统、火警联动、中央监控联动。在汉军规划的系统里面，我们的社区管理 ECS 是以 Web 作为架构，而且硬体设备支援 MOBUS TCP 协议，可联动火警以及中央监控，以达到智慧建筑的标准。我们的 ECS 包含了整套社区必备的系统功能，内有门禁、车道、信箱、电梯、充电、访客、公社管理等。另外结合社区 APP， 让住户可以在手机上查看社区公告、挂号信通知、公社预约、充电查询等。我们有坚强的团队提供完整的社区系统应用，让你在规划智慧建筑时不再烦恼整合问题。想了解更多，请搜寻汉军科技。